好了，别送了啊！好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再见啊！哎，哎呀，不行，开车慢点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好嘞，好嘞，进去吧。哎哎。 哎呦，你把空调开小点儿啊，冻得我直哆嗦。现在会冷了，昨天晚上不是还烧炕睡吗？这个事儿啊，得问你舅舅去。我不问他，你是他姐姐，我就得问你。上次正海集团的发布会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非常不好。 我觉得客户既然把项目交给我们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，这样才能保证 PAG 在业内的信誉和口碑。所以我打算为正海集团办一次新的造势活动。稍等一下，正海集团的项目现在还在设计阶段，没有太多的实施内容向外界发布。这么密集的活动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正海集团的新项目。 更重要的是挽回上次发布会造成的负面影响，也顺便帮Popeye挽回一些个人声誉。我觉得要公事公办，至于我私人的部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活动都非常有必要。等媒介部出了具体方案，段小姐，我想你看到了，现在是我们的会议时间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代表凤凰时代国际集团旗下 PT 建材公司正式入驻 PAG， 全程跟进光影海的项目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 怎么想起来约我了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一定很多人约你吧？什么重要的日子？哎，你今天正式成为自由人了，猎头们呢不用挖墙脚，也不用付违约金，你现在所有人眼中的肥肉，这么好的机会我能错过吗？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找我吗？华盛国际品牌推广公司总部在澳洲，董事长是华人。 他们现在呢，想在国内开疆扩土，委托我呢找一个国内的 CEO， 待遇非常丰厚。我现在不想谈工作，我知道你现在呢想玩一玩，但你终究回归职场啊，条件真的很好的。说实话，奥利弗，这些年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现在回头一看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我不能再让自己这样下去，我得。 找回一些存在感。存在感？你指的什么样的存在感？要活得自我，不能只为了工作而活着。在重新工作之前，我得先找回自己。你知道温丽丽为什么一上来就给正海集团搞了一个造势活动吗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分析分析啊。跟你说认真的啊。 正海集团游乐场的项目，它的推广跟气宣本来就是签给我们公司了。这些业务是由温丽丽负责的，她做造势活动很正常啊。你真的这么幼稚吗？你动动脑筋行不行？这里面是有学问的。行，你聪明，你告诉我。光影海这案子，是不是你一手拿下来了？ 而且是今年咱们公司最大的一笔业务，加上你和段家的私交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功高盖主啊！行，那你告诉我
我功高盖主，跟他做造势活动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文丽，你这么做，提升了自己的功劳，冲低了你的政治资本，巩固了自己的位子。但是呢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这一切都让段潇潇给打断了。你好福气啊！你怎么不去说书啊？ 真的，要不要来一口？挺灵的。Oliver， 我其实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？我还羡慕你呢，事业那么有成，一个人无忧无虑的。你有孩子，又有爱情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对于女人来说，这两样才是最重要的。哎呀，这两样是我最烦恼的。 美阳，哎，你还没睡啊？怎么了，妈？美阳，我今天看了看这本书，我看完了以后啊，我这心就揪得慌，知道吗？你也看看，那个这本书上说你跟张红星不合适，你们俩在一起呀，那个克子克孙。 妈，这都封建迷信，你怎么还信这个呀？哎呀，那中国的封建迷信你不信？那这书上还有外国的呢，你看这个。行了，妈，这都不准的，你别瞎想了。美阳，你再找什么男人，妈真的没有权利管你。但是，我这不是也担心咱家大宝贝儿吗？ 克子克孙多可怕呀！那可是我们夏家的根儿啊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您别信这个啊，这都是乱说的。那个我困了，一会儿我就睡了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就睡吧。嗯，那你抽空也看一看啊，看看。 喂，美阳，还没睡啊？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
说。我想请两家人一起吃个饭，正式的。什么叫做正式的吃个饭？就是跟他明确一下咱们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彤彤和穆迪。怎么突然想到这事儿？因为我真的挺在乎咱们这段感情的。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应该努力争取一下，虽然你妈妈现在不太接受我，彤彤呢也不太喜欢我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努力去做，应该能改变这一切。你会支持我吧？我当然支持你。没有，我也很珍惜跟你的这段关系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这一边的。好啊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没有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等你好久了，说说吧，什么意思啊？丽丽姐，我好喜欢你这间办公室啊，好喜欢好喜欢啊，就把它让给我吧。行，没问题。丽丽姐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你用吧。丽丽姐，你怎么就搬回去了呢？你没看到那小贱人有多嘚瑟吗？我这叫以退为进。他段笑笑跟谁是一伙的？张红星啊。他越是嘚瑟张扬，公司的人就讨厌他，我才能越得人心。这就叫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丽丽姐，您真是老谋。生不远离。
你在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在里头干什么？我带他们解放天性啊！打完了，大叔。王潇潇，这里不是你家，在你家你想怎么玩怎么玩，这也不是镇海集团，请你不要干扰我的部门，还有我的员工。分明就是招架不住了。最爱吃的披萨，来来来，还热着呢。还给你。怎么了？你不是爱吃这个口味的吗？麦迪，我最近吧学了一句成语，叫无事献殷勤，就是你今天这个行为 ，right？ 什么跟什么呀？我大老远的送披萨来给你，表示我惦记着你，这个是亲情，不是殷勤。哦，那就是。无事献亲情，也没人这么说的。那，嗯，吃吧。吃完了之后，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哎，那你还先说吧啊！我要能答应呢再吃，免得吃人家嘴短，是吧，弟弟？那不用，吃人嘴软，意思是说那指的是别人。你不管答不答应，你都可以吃的。OK。是这样。那个，我跟你关阿姨呢，也打算请奶奶还有你吃顿饭。我这么说吧，大人的事儿有的时候挺复杂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家庭，所以想要征得奶奶还有你的同意。嗯，因为你是我最亲爱的家人。所以呢，我向你保证，虽然我们要组织一个新的家庭，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。OK。OK。就这样 ，OK。嗯。其实，戴迪，你根本就没必要跟我说。为什么 ？It's your choice。Your life,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s. 你开心不就好？嗯，给你来。OK。对，留下。你老师来了，你是。别让他看到！我叫他来的，起来。什么？江老师，我退休前啊也是老师，看到你啊真是很亲切，很喜欢。那我也喊您老师，您姓？我姓林，叫我林老师吧。好，林老师。哎，江老师，我带你参观我房间去。哎，别，洗洗手，一起吃饭呢。他一般不让人进他房间。今天请姜老师到家里来呢，其实是要感谢姜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还有照顾。哎，姜老师，你看着我。首先呢，要感谢您一直给我补习语文，使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。
还要谢谢您一直给我开小灶，为我熬粥煲汤，关心我的身体，还有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无微不至的呵护。啊，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您能够无条件的支持我、帮助我，还有站在我这边听我说话。所以真的要感谢您，姜老师。来来，一起敬姜老师。对对对，姜老师啊，谢谢你对我们彤彤的关心啊，应该做的。谢谢。来吃，来吃吃。别客气啊，多吃一些。谢谢谢谢。喜欢吃什么自己加，别客气啊。哦。What are you doing? Have you lost your mind? 我又不是基督徒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做礼拜？我凭什么要跟你去？ I told you you are my wife, and I expect my wife to go to church. Hmm? Don't you believe in God? 相信上帝，我凭什么信上帝？他能让我上台跳舞吗？ Hey, 他凭什么让我每天跟一个小朋友？ Hey, I told you when we argue, don't you speak that Chinese to me. You know that I don't understand it. 我是中国人，我喜欢说中文。亲爱的姜老师 ，I love you。彤彤啊啊，来，吃点水果。哎，奶奶问你话。嗯。你到底喜不喜欢你们姜老师啊？当然喜欢了。那如果姜老师和你爸爸在一起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奶奶。Daddy 回来路上已经跟我说了，他要和 Oliver 组成新的家庭，而且还要正式请我们吃饭呢。这个你先别管，我就问你，关美阳和姜老师，你到底喜欢谁 ？Of course， 姜老师啊。知道了，我先下去啊。啊。Hello， 领导。你快告诉妈妈，你爸和关美阳还好着吧？你快告诉我。好着没 ？Daddy 今天说了，他要和 Oliver 结婚。What？ 你居然没有反对？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啊？你不能够让你爸爸给你娶个后妈，到时候你就没好果子吃了。我跟你说。Daddy 自己的事儿，我没什么好反对的。你等等等等啊，听妈妈冷静的分析一下啊。哎，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挂了啊。你等等，这个 Oliver 他就是人面兽心呢。你再说你见哪个后妈对别人的孩子好了啊？爸跟他结了婚，到时候再生个小子，你可就没地方待了呀。我是你亲妈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That's all you care about.儿子，嗯，你喜欢跟张叔叔一起玩吗？喜欢，他会变魔术。哎，张叔叔家呢还有个小姐姐，以后跟你一起玩好不好？真的？那我一定要把我最喜欢的玩具送给他。儿子，你说，如果咱们俩搬过去，跟张叔叔一起住，你觉得好吗？那爸爸和奶奶也一起去吗？他们如果他们不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我想和他们待在一起。啊，好。
对，马上就出门了。红星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嗯，你说呀。我今天本来想跟穆迪说明白来着，但是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没关系啊，等你找到你觉得合适的时机，你再告诉他吧。对不起啊。我说了没事儿，我支持你。哎，那你一定跟彤彤还有你妈说一声，以后千万别说漏嘴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么一会儿见。拜拜。嗯，帮我拿了。拿，怎么样吧？哇，马宁今天穿的是知性与感性兼具啊。你看看，拍马屁的话一句都没真心的。不过妈，谢谢你今天愿意出席。放心吧，毕竟是人民教师，通情达理还是做得到的。走吧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先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美洋还没有跟他的儿子说爸爸妈妈已经离婚的事情，所以一会儿吃饭的话，有些事情还是稍微注意一点。知道了，走。阿姨，您尝尝，我点的都是他们家招牌菜。你管孩子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没事的，他一岁半就去幼儿园了，都是自己吃饭，锻炼出来了。穆迪一岁半就幼儿园了，他很独立啊。是啊，刚送他去的时候嘛，一直哭，像星星一样抱着我不撒手的。哦。他在里面哭，我在外面哭，但我还得去工作啊，在路上嘛就边走边哭，跟电视剧一样。你这么年轻要扛那么多事儿，真是不容易的。没事的，现在都熬过去了。妈妈，我想去上卫生间。啊，彤彤，你带弟弟去吧。啊，行。走，来，能找到吧？能，阿姨。小关，既然孩子们都走了，那有些话我就直说了啊。哎，您说。啊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喂，我现在不方便说话，回头我再打给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得说。小关，你是个很好的女人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我觉得你跟我们家红星在一起生活不太合适。红星那么忙，他需要一个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在生活上给他更多照顾的伴侣。妈，我跟美洋既然决定要在一起，所有的责任我们都会一块承担。嘿，来，彤彤，你跟你爸在一起吗？我们呀，在跟阿伦吃饭，有事吗你？把他叫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Daddy 和关美洋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不要再掺和了 ，OK？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啊，是谁把你带到美国了？这十几年是谁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了？是我，你爸这十几年就没管过你，没关心过你，怎么分不出谁对你好？奇怪了，这张红星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啊？你净帮着他。是你把我带到了美国，但我是被动接受你意愿的呀。我现在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，我一定留在这儿，绝对不会跟你走。我喜欢和爹地还有奶奶在一起生活 ，understand？ 至于你说你照顾我了，哎，我真应该让你看看人家关美洋是怎么照顾孩子，人家也离婚了，也有工作。但是他把孩子照顾的比谁都好。小关，听说你前夫和婆婆还跟你住在一起啊？美洋跟穆迪已经搬出来了。啊，是。哎呦，那你可要当心了。凭你婆婆那种揪着我死缠烂打的样子，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
他去找过您吗？对呀。Daddy，Daddy，那个穆迪不见了。啊？什么？就在卫生间不见的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我有看到一个小朋友们眼睛大大的，穿个蓝色衬衣。哦，不知道。出去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觉得他没有走远，你要不要在这一层找一找？我去下面看。好，那我先过去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看见一个小男孩没有？穿个蓝色衬衫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莫迪，莫迪，看你一个小男孩吗？穿一个蓝色，只有这么高，穿个蓝色。小男孩没有穿个蓝色衬衫。没有。莫迪，找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还是没有找到你的孩子。行行，你再帮我找一下。对不起啊，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一个小男孩穿的牛仔衣，眼睛大大的，头发短短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谢谢。莫迪，小关，找到没有啊？没有，红星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不知道找到没有 ？I'm so sorry, sorry。这么小的孩子能跑哪儿去啊？会不会回家了呀？对对对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他奶奶不是在家吗？赶紧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。好。您好，拨打的电话是陈曦。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呢？啊，儿媳妇丢了也就算了，现在大孙子也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把我大孙子弄没了，我就不活了。不是妈，您老说我有什么用啊？腿长他们是怪我吗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呢？你要是看不惯，你回老家吧。我把乡下的房子都卖了，你让我哪儿去啊？啊？你不老说闺女靠谱吗？你找我姐去吧，好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挂了。哎呦，臭小子，气死我了！喂，哎喂，妈，穆迪回去了吗？没有啊。不是你把他接走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妈，你千万别出去啊，我怕穆迪回去了。怎么样？没回去，这又怎么了？这是。别急，红心，有消息吗？我父亲都找了，没找到。哎，来来来，快，先坐着，先坐着，坐一会儿。你先别着急，我让八哥寻人启事，很快就会找到的。先别急啊。本台现在插播一条寻人启事：夏穆迪，男孩，身高1米5左右，走丢时身穿蓝色牛仔衬衫，短发，望知情者与本台联系。现在咱们能动员的警力都动员出去了，你们放心，孩子一定会找到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应该的，你们就在这等着，有消息方便确认。好的。喂，妈。红星啊，小孩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还在找呢。哎呦，那你照顾好小关啊，让他别着急。我知道。还有啊，你一定要告诉彤彤，不是他的错。啊。先这样。
没人找是吗，奶奶？还没消息。哎呀，这都怪我，我当时我就顾着跟妈妈吵架，没看好穆迪。哎呀，别太自责了。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你先睡会儿吧。如果有消息，我叫你。哎，这个时候怎么在这睡呢？我得出去找他。美瑶，等等。美瑶，歇会儿吧，美瑶。美瑶，你听我说，美瑶。你别着急，该怎么无头苍蝇似的找也找不着啊！消息已经发出去了，全市的人都在帮我们找，你就休息一下。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。没有啊，电话一直没来，看来还没找着呢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我一夜就没睡着过。来，过来，在这眯一会儿。没有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穆迪怎么丢了？哎呦，哎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马上回派出所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？赶紧告诉我啊！警察同志，警察！哎呦，美瑶，我大孙子呢？你看，警察正在找呢。哎呀，他到底哪儿去了？你赶紧告诉我呀！急死我了！妈，你现在正找着呢。张红星，哎呀，你这个爱签到的，你把我大孙子给我弄丢了，影响你们结婚了是不是？啊，碍你的事了是不是？我跟你拼了！你把我大孙子给我弄丢了！阿姨，你冷静点好吗？妈，你理智点儿。我怎么冷静啊？我大孙子没了，我的命就没了，你还让我冷静？我张红星，我告诉你，我大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你先来吧，没事，我做鬼我都先坐，张女士，今天有消息了吗？对不起，还没有，请您过来，我们确认一下情况。好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！哎呀。